本期话题：海参的功效。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讲它具有比如说降脂作用，经常食用海参，它呢就一方面它具有滋润，那么它具有比如说预防三高，预防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。第二一个呢，它本身它营养很丰富，提高人体的抵抗力。另外呢，它含有更多的胶原，对润肤是比较好的。养颜可能很多人更关注它的润肤养颜作用。海参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比较关注的，它的就是保肾功能，因为肾是元气部分嘛，所以呢人家包括改善性功能啊，包括对一些激素啊的合成，它都非常有，也是必要元素。